好，欢迎来到 ECPlaza 小课堂。我是您的 EC 小助手 Judy。这一次我会与您一起来了解如何在 ECPlaza 网站上建立个人主页。首先，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登录。进入我的贸易办公室界面，点击我的主页中的建立主页按钮，按照提示输入相关内容，如公司名称、公司主页地址、公司类型、产品分类、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分类，并点击下一步。输入三个与公司产品相符的关键词。请注意，您所输入的关键词最好能恰当描述您的产品，以便将来被潜在的买家搜索到。主要产品或服务名称。主要目标市场，您所通过的安全认证，公司简介，请注意，此处填写的数字应该控制在50至255之间。之后填写您的主页地址。并检查其有效性。确认无误后，点击使用。这里要额外注意，您的主页地址一经保存将不能改变，所以在提交之前，请确认其准确无误。接下来，输入您公司的详细信息。这一部分并不是必填选项，但是这些补充信息会吸引一些潜在的客户群体，建议填写。当所有选项都填写完毕，点击完成来提交您的主页信息。所有信息都将在24小时之内经管理员确认而生效。提交了主页登记申请后，您可以选择在我的主页选项中进行查看和修改。首先点击管理主页按钮。点击主页地址可以查看您的主页。如果想要修改公司信息，可以通过编辑公司信息一栏来进行修改。在编辑公司简介及关键词一栏中，您可以输入公司的相关内容、关键词等。同时，您还可以选择通过在主页上点击编辑产品信息选项来增加您的产品信息。所有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页面下方的发布所有改变按钮来进行提交。如果您想添加所属分公司或工厂的补充信息，可以按照上述同样步骤来完成。
最后，上传您的 logo 及主页图片等。现在，上传公司信息步骤已经全部结束。如果您选择继续添加产品信息，则您的产品会在主页“我的产品”一栏中以电子商品目录形式出现。这是免费会员的主页。对于 ECPlaza 的付费会员，我们会额外提供有效的工具来帮助您建立公司主页。这些工具会有效提升您的贸易竞争力。以下以 ECPlaza 的付费会员为例，进行详细说明。这是付费会员的主页。您在 ECPlaza 网站上进行的所有操作都会被发布到您的主页上，如购买需求和销售信息、产品信息等。付费服务不仅提供疑难解答环节，同时还享有有效定位公司产品和服务的优惠，会为您提供更多选择。这里我简单向您展示一下付费会员的主页服务。首先，付费会员享受自由编辑网站这一特权。在这项服务下，您可以自动更改背景颜色、背景图片、 logo、公司信息、标题、标题栏及页脚等。其次，您可以按照您自己的意愿随意编写主页，并可以自己设计菜单栏以及各种选项栏等。此外，您可以自己管理疑难解答环节，您可以在发布公司信息的同时直接回答客户的相关疑问等。如果您想成为 ECPlaza 的付费会员，现在即刻登录 ECPlaza 主页上的服务菜单，并点击 Premium Membership 选项。您会发现我们为您提供的各种优惠。您只需点击现在加入选项，选择您需要的付费类型，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为您提供最优秀的服务。这次的 EC 小课堂到这儿就结束了。下一次我会为您讲解如何在 ECPlaza 中发布您的产品。谢谢收看。